真係冇諗到今晚打埋水都仲有人嚟，我諗住一定今日一定係靜雞雞，一個人都冇㗎啦。呢、這個證明冰魚講嘅精神就係風雨同行，風雨同路，人生就係咁樣嘅，唔係講一路都係咁樣順利平安。政治尤其係政治，我哋北加州嘅政治已經經歷太多起起落落，終於而家咧呢、這個黑暗中終於睇到希望，就係咧陳物響二普會長中心搞到一件全轟動全國的大事。嗰、那個怡保中心，嗰、那個怡保會長中心就係個 ICC， 係全北加州最大嘅禮堂，可以坐五千個人。佢起立到今時今日，從來都冇睇過。佢嘅時頭卡尋物打電話俾我，佢講：嚟我問我呢座嘢啊，起到嚟係咪？從來都冇睇過有七千人嚟出席呢個大會嘅，就係、是、你哋希望令民破咗呢個記錄。但係咧破記錄係重要，更加重要嘅就係我哋終於等到六十五年過後，北加州愛出一個真真正正人民嘅首相人選。呢個人就係阿華哥，阿華哥終於宣布。呢、这個11月19日，愛嚟我哋怡保做候選人。如果北加州有咗一個首相，我同你講，我做過國會副議長，我知道首相嘅權力有幾大。全百黎西亞3000多億嘅錢，每一年嘅呢個預算案，財政部長係好大，但係財政部長後面有一個石頭。就係、是、首相。如果我哋嘅北加州出咗一個首相人選，係咪？我哋怡保去起飛機場，魯木去起碼頭，怡保去去大學，正金寶去去醫院，全部首相講咗算數，搞掂曬俾大家。所以而家你知道點解我哋咁歡迎阿華哥嚟呢度競選，因為北加州俾國陣。麥華公會做了65年，今時的北加州自從我們80年代那個我們的這個 BJD 嗎，港府話說什麼石米，石米或石米，石米，石米，我石你那個石，我石你的石，石米，我們的石米的市場是不是倒了之後，我們北加州有兩個很出名的，我2008年做行政議員的時候，英國大使嚟揾我，就咧周慕大臣嗰陣時叫達都斯里米沙，佢就叫我招待呢個英國大使。佢嚟嘅時候，我請佢去怡寶嘅欽欽食飯，欽唔係個欽，佢啊係欽欽好食嘛，啱冇？英國大使嚟嘅時候，我就問佢 ：Your Excellencies, what brings you to Pera？ 大使先生，點解你嚟怡寶嘅？你唔係去吉隆坡咩？你知道佢同我講咩咯？他說喂邊個嚟找你是有事的，他說什麼事呢，他說你們怡寶是不是有一個很出名的20個人去英國旅遊，是不是有12個不記得回到家了，為什麼不記得回到家呢，跳飛機啦，走佬啦，因為食米，是不是食米市場倒了之後，真正啊怡寶的李航社是不是全部黑名單的啊，20個去了那裡，12個去那裡洗大餅沒回來的了啊，我們呢原本的怡寶有怡寶有金寶，大家都不會走寶，但是呢這個國陣政府做了之後，我們北加州是不是元寶啊，你知道嗎，你看我們的車牌為什麼我們得 A 的， Ken 你知道什麼原因嗎，為什麼 A不是 No.1 啫，我哋嘅 A 咧，而係因為全馬來西亞歷史上第一堂 Benz 啊，第一堂 Benz 馬來西亞第一堂 Benz， 你知道係邊個嘅冇？大家都唔知道，但係呢個人你都識嘅喎。第一堂 Benz 係1874年嘅時候嚟到怡寶，全馬來西亞嚇、就係預人生嘅大石頭。如人生的大石頭，1874年、已經買了第一堂全馬來西亞第一堂 Benz， 你那陣時嚟的時候係冇得註冊啊，所以咧揾 JBJ 英國佬講，就俾你哋北加州得完 A 咯，第一堂車嘛，係咪 A 咯？
嗰陣時我哋 back up 係有好有錢嘅。阿妹咪蝕埋嚟嘅時候，中國男啊、李來生啊，好多個朋友，或者富億雞啦、啊，大家都知道嘛，好有錢嘅。但係咧，我哋俾呢個呢班奸產上台之後，成撲雞，成日都洗，唔係洗腳啊，成日都濕腳，成日都走水，越走就越冇水。而家落水我哋都冇水，啱冇？你搞到今時今日，俾得走？而家嘅情況係點咧？嗰陣做政府首相數嘅報告就係、是、第一，我哋係全民人才青年人外流最嚴重嘅州。第二，我哋係全馬來西亞13個州裏面排名最窮嘅州第四名。呢、這個係歷史，呢、這個都係事實。所以我哋需要一個真正可以代帶嚟發展嘅人，為我哋嘅國家，尤其係北拉州，嚟一個真真正正嘅睇到希望。所以咧呢排趁其有而報，安華利而報，大家冇走步，好唔好？就靠大家噶啦，11月19日係第日子嚟噶，啊，邊個買咗飛機票嘅，快快脆取消佢啊！叫你嘅兜嘅姨媽姑姐，叫你哋嘅呢個兄弟姐妹，個個全部分裂兵員港，一人一票支持，希望你民支持林國陳，好冇？呢個好重要啊！啊，因為咧11月19日啊，仲有係第日子，除咗投票之外，係聯合國嘅世界廁所日嚟噶。啊，你點解幾咁重要嘅節目 ？World Toilet Day 啊，你哋就可以咧咩狗屎垃圾啊！琴佢啊，好似半冬嗰隻啊，係咪一人跳500喎、啊？一計喎、啊，當我哋係傻閪嚟嘅喎。佢中意跳就跳，呢排佢知死啦。11月19日啊，全部啊，單盤嗰隻都有啊，單盤嗰隻廢材嚟嘅，啱好。今晚我特等走嚟冰兒港演講，就係、是、去做記者先生小姐，聽日頭條。你哋冰，我哋冰魚港同埋北拉州161個山村，元寶大家咧，原本啊，你全口可以做證人，全部都已經攞到永久地契嚟嘅。點解今時今日我哋攞唔到？就係、是、由一個係咪奸產出賣我哋山村？呢、這個就係單搬嗰隻敗財，佢自己走去見 Daniel Frank 宣佈。啊、我哋認咗之後，就全部山村都被永久拿單。但係咧，佢親自又出賣我哋，我捉住佢。2019年8月11日開記者會，逼佢同我講：喂，你講話唔可以唔算數喎、啊，係咪？佢上個禮拜仲開記者會，佢講咩節目？永久拿單係佢冇同意過嘅，係咧行動黨逼佢嘅。是行動黨自己咧冇經過佢同意咧，係咪加入去嘅？但係事實係咩嘢？事實係佢親自自己走去見 Daniel Frank Hotel， 佢宣布嗰個 video 全世界都睇到，佢親口宣布，如果贏咗，佢做咗州務大臣，佢再俾冰魚港山村呢、這個全部啦，北拉州全部山村、芝美山村全部都可以攞到永久拿嚟，攞唔到。呢筆數係咪？我哋一定要同佢計，幾時計？11月19日日子到。啊，上有三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現在11月19日，時辰到。一次過俾呢個人知道，送佢去丹門嗰度富貴山莊。啊！如果佢覺得富貴山莊唔夠靚，係咪送佢去甲板山莊，俾佢知道嚇出賣人民、出賣華社，佢又有咩好結果？呢、這個奸臣嚟嘅，如果冇係咪不除之，我相信人民絕對不能夠放過這種政治青蛙，一賣再賣，他當成我們是買賣。但是我相信，如果我們團結在一起。反正就是你嘅。今日我哋嚟講，坦白講，你如果睇到我今日好驚啊，真正驚啊！因為我晏晝嘅時候，我同一班銀行家，我哋而家去做政府，一定要識得搞經濟。我同一班銀行家開會，
我哋嘅呢個全部銀行科同學講，佢啲第一位啊，第一位啊，有好多間銀行，我唔可以講佢嘅名。佢哋同我講，佢講杜朗，威啲，千祈你哋可以贏。如果話你哋贏唔到啊，阿華哥仲走手上，呢班國陣一贏啊，馬幣對美金會攬到1:5。你冇笑啊，大佬，嗰陣是1:5係咪？我哋就係7月嗰個子噶啦。啊！嗰、那個7月你燒嘅個陰獅子啊！你冇搞笑啊！馬來西亞食嘅、用嘅、住嘅、用用已經入口噶，唔係我哋自己生產噶。你食嘅馬斯摩麵包、加爾尼亞麵包，你以為馬來西亞有生產嗰個稻嗰個麥啊？嗰、那個小麥、大麥、華茲里麥係咪？全部都係入口噶。啊！如果馬幣強係咪？我哋嘅嘢係咪入口平咯？而家馬幣成日咁樣鬧西。是不是我們做政府的人用398一美金換馬幣3.98，我都還記得林冠英做財政部長的398，這班間產一上去後門商台398四扣一四扣二四扣三四扣四四扣五四扣六四扣七喔、哦、現在我真是笨賊喔、哦、四扣七就還不夠喔、哦、還跌不夠啊教頭先五點的時候四七四喔、哦、四七四啊啊這班是第二字大屌喔啊四七四啊四七四啊我跟你說不要搞笑啊如果真正到了1:5的時候你看看下個月啊可能啊你去買麵包是不是一包加點一麵包5元啊大佬是不是你去收款雜飯啊插扣錢啊啊你不要搞笑啊是不是去買廁所紙啊原本扣二啊不是你兩扣都得啊因為你全部也扣人口的嘛所以我們一定要恢復市場的信心你啊冇搞笑，國陣做政府，我啱啱攞到富沙馬來西亞大馬股市嘅呢個最新嘅呢個數據，佢同我哋講9月即嚇，只是9月馬來西亞股市就蒸發了1030億馬幣，外資只有跑沒有進來，淨賣16億，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都是鐵一般的事實。这也是马华民政国政绝对不敢跟人民讲的啊！马华民政叫瓦基雷，我亲党叫瓦雷基，没打包。